苏甲苗寨隐秘在中国贵州省六直特区和织金县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这里世代居住着一支神秘而独特的苗族支系，叫做长角苗。为了纪念已故的祖先，这里的人们都会在头顶上扎上两个牛角状的木梳，再用毛线和先人遗留下来的发丝盘结成硕大的发髻，远远望去非常震撼，因此他们又被人们称为把历史顶在头上的民族。当你走进这座苗寨时，是否察觉到其实你已经进入到了一座博物馆中？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玻璃展柜，没有聚光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原汁原味的生活习俗，华丽奇特的服装头饰，动听优美的歌曲舞蹈，都是这个博物馆的展品。这就是六盘水梭甲苗族生态博物馆。苏东海老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从上世纪80年代他就一直致力于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生态博物馆是1971年在法国建立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有什么不同呢？传统博物馆是把文化遗产集中到博物馆里面来加以保护或展示，而生态博物馆呢，是把文化的遗产呢回归到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中去，在原生地来保护它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是谁来保护呢？是文化遗产的主人来保护。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博物馆民主化的一个发展。上世纪80年代，这种全新的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传入中国，随之在中国的贵州、内蒙、广西、云南等地陆续建立起7座生态博物馆，其中贵州省就有4座。位于贵州省黎平县的唐安洞寨是一座代表侗族文化的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众多洞寨之中，唐安洞寨可谓是典型的袖珍洞寨了。但是当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隆先生来唐安考察时，却深深地为他着迷。的确，唐安虽然不大，但是凡是侗族传统文化应有的事物，大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它的踪迹。半山腰上高低错落的侗族民居，绿荫深处露出的鼓楼风雨桥，还有那晾禾架、古戏楼、石板路，斑斑驳驳却浑然一体，静静地复活着侗族人远古的生活方式。龙里古城是明代时期的一个军屯重地，如今的龙里告别了金戈铁马的过去，但是固守在这里的人们依然传承着祖先古老的传统。画花脸、舞长龙是龙里人每年正月15都要举行的活动。每到这一天的清晨，人们都会将自己画成一个大花脸、五花脸龙。现在是我们龙里600多年遗传下来的花脸龙，每年都要画的。要是快的话，一早上要20-30来人嘛。分那个东南西北门嘛，每一门都有一条龙。都一个队伍，一支舞龙队伍。我们三个属于南门的，南门舞龙队。每年的元宵节就是要舞龙，要庆祝嘛，是已经形成一种习俗了。
每年大家都很期待这个节日的。龙里的民间花脸龙自北宋以来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今身处在这座古城之中，欣赏着满街飞舞的花脸龙，我们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龙里人的祖先们那些或喜或悲的生活痕迹，以及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忠诚守卫。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座古城才更被人们关注。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无疑是对龙里人极大的肯定和褒奖。当然，这座生态博物馆也忠实地为他们记录下了这个鲜活的瞬间。如果你想真正的去了解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话，那么一定要多次前往，因为生态博物馆里的展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你都能领略到生态博物馆不同的魅力。与其他三座处于大山深处的生态博物馆不同，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就坐落在离繁华都市贵州省贵阳市仅仅20公里的地方。随处可见的石头房子，汉族、布依族、苗族相互融合的文化，是这座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色。随着生态博物馆这个新奇而又响亮的招牌吸引人们来到镇山，现代文明的冲击也随之而来。事实上，同样的尴尬境遇也同样困扰着贵州其他的三座生态博物馆，他们的文化到底需要谁来保护呢？或许您推开这扇门会找到些许答案。这是李秀良老人的家，是镇山村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户民居。但当你走进去会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一个袖珍版的布依族文化馆。这些服饰是我家一代一代留下来，就完全是装在我母亲的一个小柜子里头，娃娃的啊，大人穿的啊，都是母亲留下来的。我在我的最后几年当中，我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争取把身体搞好，我一定要把我们镇山村的这个整个文化把它延延慢慢的打造出来。这生态博物馆那是建立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巩固它存在下去还需要有政府和有专家有实质是过得更好的关心它，更好的扶持它。因为村民呢或者说社区的人呢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他是喜爱的，要不是怎么会传承下来呢？但是他这种天然那个感情啊，
要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叫做文化自交。那些正在尽力挽留属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人们，那些正处于传统和现代交织点的生态博物馆，也许可以印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隆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责任是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生态博物馆为世人留下的是自然、人文、历史和文化的传承。生态博物馆里的居民们将用自己的方式谱写他们的将来。